好，开始。那个，我今天花了好多钱哦。对，第一样是什么？噔噔噔，这是西班牙最有名的牌子，叫什么？ Temper, 这双买给谁啊？这双买给我们家最帅的小恶魔。来看，来换六个角度这样。哦，多少钱？退税完105欧。OK， 退税前呢？115欧。好，下一样。每个女人都梦想的包包。这什么包？日本妞才可以背的。蝴蝶包，黑色蝴蝶结。这在哪里买的？查啦。Zara。还有呢？裙子。这也在哪里买的？查啦。多少钱？30元欧元。哦，还有什么吗？H&M， H&M， 哦吼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件是给谁的、啊？我们家最帅的小恶魔的。哦，好，那还有其他东西吗？没有拿出来的。就是我的、啊。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这一件。T 恤。才7块哦。那最贵的那样东西要不要拿出来？还是不要好了。那我要不要把它袋子拿出来一下给大家看？袋子吗？对啊。啊，是这个东西啊，这是什么牌子？哦吼，这个袋子花了多少钱买的、啊？这个数就是大概500块欧元。主要是，好啦，再看看还有什么话要说。西班牙好漂亮哦。好。拜拜，拜拜，好。